秘书，我转台中府，到邻居在四方，不必上台中府，哪里用小中府啊？表兄，我建议不是去向你的意思，只不过我感觉，确实讲你也娶了妻子，恐怕你因为我耽误着你的将来。哎，这里是东，有一言。再来相会，此事由三元帅会当无上表彰为你，甚至这也是天公的所来注定。我对你情意深重，我是希望你来答应我的请求，做你放心，我在家乡的你去，势必我爱着你考教。总讲我来你考教，我嘛袂记去忘怀我心中这个爱子。其实，人拄只个建议就是，假使讲你若要去高教里去，也是要求出你的功名，我想你还有一段时间会留伫阮的身躯边。假使讲我真若答应伊哩，那内心是欲让人知影，以后你敢会拄着比我搁较水，就是我想做你眼前的人呢。是，说你意思是讲。我今仔来去京城地做官，万不离你到京城所在，一去就无回来，那你就辜负着你的感情咯。是啊，哼，那安尼，为着要证明我对你的真情，素莲，你看不清，看不明。是，我想看鬼的。我的社会需要保重，你还爱什么保重？